马上他就出来了，已经被我敲晕了，他没晕我先晕了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梅船长，这是我们家船啊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想有这么一艘船，然后天天能出海啊，梦想终会实现的，我要努力加油啊。走了，为什么天要下雨了呢？快走了， Let's go。 就是咱该捡的时候还是得捡的，虽然 这船不是咱家，来捡漏了。这个什么情况，怎么还晕了呢？是不是被我的话感动到了，然后就晕了？皮皮虾。好黑啊，拿下。好像大海比较了解我，需要什么他来什么。止痒棒，家家必备的。哇，好酸爽，这个穿子太需要了。最近老是说他皮痒，拿着。看这个小可爱跑出来了，你看，小小的。最近毛哥特别多，尤其是在这个浅滩上面。什么季节有什么海鲜，这个季节毛哥是比较偏多的。这个经验我一般人不告诉他啊。看着周围，两个沙的颜色会不一样，这个是像翻出来的，这个是时间长的。那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货啦，来吧 ，Come on baby， 是一个咸的，哎呦哎呦，好可爱。这个是一个八爪，你看没有？哇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变色，特别像海兔。来吧 ，Come on baby， 这边有两个爪子，瞅着没有？这边，这个是海猫子掉下来的，把这个小鱼吃了。你看吃成这样子了。完美的解释为什么要用手去挖了啊！你看它这个舌头，生怕这个舌头它断掉，然后轻轻挖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毛蛤了。这个个头已经可以了，给它收下吧。这个有情况啊！你看，你看还有卧沙的迹象呢。这个，这是不是带肉的？哇！哦，这里面有个小八爪，哇！哦，喷墨的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它已经喷到这种黑色的墨，已经遇到，感觉遇到危险了。哇，进去了，这个是绝，这个是绝对抠不下来的。哇，这个墨汁好黑呀，直接连壳带着吧。看我看到了啥？两个海星，然后这个是绿贝的壳，这个海星有点受伤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哎，看没有？这个好大，这个绿贝，再稍微这里有点受伤。哦，不对不对，这儿，这个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漂亮，你看它这个，哇，能看到它这个小脚吗？天哪，这是一家三口吗？然后这个孩子被遗落了，孩子是个意外。好漂亮，三个海星，太棒了感觉。每次赶海的时候都要看看它，感觉就像小孩一样，不看的话想得慌。这个就长得比较好了。为什么说头水菜会比较偏贵啊？因为头水菜的话它比较嫩，吃起来是比较鲜的，吃起来是鲜鲜的，就像你们平常吃那个头刀韭菜是一样的，所以头水菜是最好吃，但是价格会比较贵哦。这边冲过来一个扇贝，哇，这个口有点碎了感觉。看这个千人泥啊，它马上要卧沙了，你看，噔噔噔噔噔，藏起来。这个小可爱不要你了，走吧。看看这个，差点冲跑了。哇，这个好大啊，皮皮虾。完了完了，下雨了，完了完了，已经下雨了，他赶紧回去了。天哪，快走快走快走。菜多好，你看这满当中有。那我得抬大的是不是？你这抬大，这一点都有这么大。来个，哎呦我天，这可踩了好几斤呢。好几斤，十公斤呢。哎，他瞅每个都好。哎我天，感觉好像白菜花呀。你不用那，不用那，不用干嘛弄的哈。来。油汤呢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哈，这回都能吃了。来，你弄，我搁哪？这搁哪？搁你屋了？搁我屋也行。大不大？没给我了。
不干。你怎么生你的盼？你坐好。不干，不用干哟。不干，哎，不用干。你要再下，下雨干一下好。反正回头等我再说。去。哎呦，我不听了。来来来，老老弟，上你去。这回头活动呢。发财了。哎呦妈的，挖到一个古董啊。这是什么？好苦。妈妈。哎，我来我来。来来来。妈。哎。刘洋才六岁。嗯。那个大的多大？大的姑娘十岁了。我给土匪带走了，六岁是吧？嗯，都他们那，那走回来了，走回来，嗯，花钱树，哎，花钱，我给土匪哦，你们不会在家安中的，哦，两个都有啊，嗯，两个都有，嗯，老太花二百个港，二百个港洋包出来，二百个港洋，嗯，那不得很钱了吗？嗯呐，哎呀，这还不会退。嗨，走吧，见。走了，老姐。来，走。来，从这儿走，对，走了，老爷，不快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哈，不走，不走了。